位观众，法政先锋六真系嚟啦！据传媒报道指 ，TVB 继续沿用第五部嘅原班人马开拍第六部，男女主角继续系黄宗泽同蔡洁，另外袁伟豪、黄敏仪、蔡思贝都会有份回归。不过由于蔡思贝正忙于拍机场题材嘅重头剧，所以今次佢净系会以客串嘅形式亮相。众所周知，法政先锋系列已经出咗五部，呢一系列嘅剧集都系主要讲述法政、法医同警察三个部门合作无间，屡破奇案。呢类型嘅题材其实一直都深受广大剧迷嘅热捧。不过近年第四同第五部嘅口碑就大不如前啦，唔少网民都系一边睇一边闹。而去年由黄宗泽担正主演嘅第五部出街，都依然挽救唔到观众嘅信心啊！唔少人都认为 TVB 应该结束法政系列，唔好再开拍续集啦。唉，结果都系要拍，据知下个月就会正式开机。咁多位法政剧迷，大家期待下啦！